我是地球母亲，我透过一位我的孩子来告诉你们，现在疫情紧急，但你们不要惊恐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安住自己的惊恐之心。我地球母亲有话说，这攸关地球的未来。地球有未来，你们才有未来。现在地球正处于水深火热中，地球空前未曾有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。你们怕吗？或许你们不怕。如果你们怕，请赶快帮我地球母亲传递这消息。人类将面临一场空前的大浩劫，这不是恐吓之语，这是我地球母亲的肺腑之言。孩子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有生之年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会有新冠肺炎病毒？原因何在？最大主因来自于你们人类的自私自利。你们每天是如何地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？因为这样的生活让你们忘却了追求灵性。你们可以挥霍地球的资源，可是你们却忘记了，这资源是天地赐予的。现在你们已迷失了良心道德，迷失了回归自然的道路。你们来自美丽的天国，若是你们能忆起天国家乡的美丽，你们就会跟我地球母亲一同前进。我地球母亲也是天国的一员子民。你们选择来这地球，经历学习爱心。可是，如今的你们，却是做了相反的行径。尤其可悲的是，你们不但不爱自己，也害了其他同样生存于此地球的孩子们。他们也都是我地球母亲的孩子。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尽数回头，你们就不必经历这场肺炎疫情的威胁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请您听听我地球母亲的至心话语。我爱你们，所以我地球母亲不希望你们为了口中那块肉，伤害了我地球的所有孩子。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放下，放掉口中那块肉。那块肉的代价太大了，大到足以毁掉你们的生命，大到足以毁掉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。孩子们，我地球母亲的话语就是你们的救命良药，没有更好的医药可以医治，也没有更好的疫苗可以防患，因为时间已来不及了。现在最好的良方就是快快回头，行善如纯树，唯有这条路才能让你们人类免于这场浩劫。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地球母亲只能恳求你们和我共同渡过难关，因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，
今天我地球母亲来告诉你们这番话。时机已到，往天堂，往地狱，你们自己抉择吧。你们的地球母亲，2020年3月23日。